祈求花莲和敬平安中华逢来先导道教会从7月20号到26号一连7天举办的法会，同时在寿丰乡的丰平道场扩大举行，包括了中华逢来先导道教会的秘书长尤敬华、首席顾问吴吉成，还有吉安乡长尤淑珍和广大信众虔诚的心祈求诸佛保佑花莲平安。国历7月23号未时，农历6月6号大暑之际，中华逢来先导道教会在下午1点15分。起见天柱日开天门仪式，并且恭请上苍赐福、赐罪、消灾、除恶、补好运。中华佛教先导道教会秘书长尤敬华、首席顾问吴吉成、吉安乡长尤淑珍和信众们，大家以虔诚的心祈求十方诸佛能够护佑花莲。在我们的洪台期要来进前，也来哦，请众神菩萨保庇我们哦，可以度过这届洪台。带来未来，每一个乡亲，每一个乡民都可以平安顺遂，也感谢大家吼，来自于全省吼各个地方吼，来到这啊，为咱开启这个信念跟圣念，所以在这感谢老师，感谢大家吼，感谢，谢谢。秘书长吴吉成表示，在东方牧光的指示之下，为期7天的法会活动。就是希望全台湾一起为花莲护佑平安。今天是农历6月初6，那也是天显日。那今天我们中华逢来先导道教会利用今天这个天赦吉日来举办这个祈福消灾的法会。那希望这个今年疫情过后那迎接新的生活。那希望这个天官可以赐福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居民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众神的庇佑之下那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尤其下个礼拜有个台风要进来我们也在这里要祈福啊，希望台风可以从身边擦过就好，不要直接冲到台湾本岛进来以免造成很多的这个风灾的影响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消灾祈福的大法会来庇佑我们这个台湾接着可以大家都可以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事事如意。奉东方牧光大天尊御誓举办祈安消灾赐福赐罪除恶大圣会，66天柱开天门圣真四象五灵会，赐命赐罪好时机，福转运势盘盘升，金盘白龙东西翘，玉盘青龙忌水火，真人奉地黑龙现，道盟奉天赐龙吟，命子玄玄号令威。中华逢来先导道教会理事长张天宝、副理事长卓梅娟、徐胜才、侯展娇、兼保新纪全体理事、监事主席邱仁禄及全体监事、首席顾问吴吉成及全体顾问团，祈愿花莲和敬平安。记者中央收风加报道。